我哋而家繼續講啊《費用神聖情查經凡》嚇。咁咧就今次咧，我講啲經文咧，就唔係直接講到神嘅恩典啦。因為咧，聖經有好多經文咧，係可能係吩咐我哋做乜嘢喎。咁而咁嘅經文嘅時候，我哋點樣揾出神嘅恩典咧？其實基本上係咁樣嘅。神叫我哋做嘅嘢，神自己都做嘅。除咗天父冇敬拜之外，天父唔使敬拜任何人啦，係咪？咁咧係啊，但係耶穌同埋聖靈都會敬拜天父嘅喎，都會感謝天父，都會向天父禱告喎。天父又唔禱告嘅，但係咧佢係接收我哋所有人嘅禱告嘅，佢亦都聽啊天啊耶穌同埋聖靈嘅禱告，不斷為我哋禱告嘅。咁即係天父咧係佢係呢兩樣嘢冇做，佢冇犯罪啦，所以佢冇悔改啦。咁但係咧佢其他嘢叫我哋做咧，其實佢自己做得最完美，同埋佢叫我哋唔好做嘅咧，佢就自己一定係唔做，同埋佢恨惡呢啲一切嘅罪嘅。我今次咧就示範用一啲經文咧，係裡面咧係冇講到神做乜嘢，冇講到神嘅恩典，而我哋去裡面咧去尋找神嘅恩典。而你尋找神嘅恩典嘅時候，你發覺係好豐富嘅。路加福音14:26一齊讀嚇。人到我這裡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門徒。由雅各書4:5一齊讀啊！你們想經上所說的是徒然的嗎？神所賜住在我們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嗎？好，咁呢個經文裏面咧，係講俾我哋聽咧。耶穌就同我哋講啦，佢話人到我呢度咧，如果唔愛我勝過愛自己嘅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姊妹同埋自己嘅性命，就唔能夠做佢嘅門徒。哇！呢個要求非常高啊，係嘛？好多人聽到呢句經文咧，就會覺得哇，咁係好犧牲，咁咪乜嘢都好似冇咗。哇！耶穌啊，第一，所有其他嘢都會放低啦。咁啊，即係咁嘅時候咧，覺得哇，好犀利啊！並且咧，同埋自己嘅性命喎，即係嗱，第二個人唔愛都容易啲啦，連自己嘅性命都放低喎，都要愛耶穌多過一切，咁啊覺得哇呢種要求真係極度高嘅要求，係極度難嘅要求，極度做唔到，並且咧係好犧牲，好似好多想得到嘅嘢都得唔到嘅感覺啊！有時有人會咁嘅感覺，同埋唔背就自己實際跟從我咧，亦都唔能夠做我嘅門徒啦。哇！直情話唔可以做佢嘅門徒喎，即係話係唔配做佢嘅門徒。咁如果咁睇話，即係好多人都係冇背十字架跟從耶穌喎，並且有好多人咧都冇愛耶穌超過一切喎。咁好多人睇呢經文咧，就會覺得哇！呢啲係超級經文，所以有啲人就會咁講啊。嗱，我淨係信耶穌嗰只啫，我淨係相信約翰福音3:16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佢獨生子賜俾我哋，叫一切信佢嘅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嗱，呢個咧我就信啦。不過呢啲咧就即係唔好諗咁多啦。即係有好多人 turn off 呢啲經文喎，即係睇到啲經文咧就會 turn off 嘅。嗱，如果用咁嘅角度睇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神嘅要求好高，就會覺得咧做基督徒好辛苦，咁啊不如做啲懶惰基督徒，總之得救啦，僅僅得救。咁咧其實咧反而咧咁樣係更加困難喎，其實。咁樣做基督徒更加困難，點解咧？因為佢裡面咧係難於得力嘅，佢裡面咧係會有指控啦，佢裡面咧亦都得唔到平安嘅。咁啊成日都知道神要求嘅，但係做唔到。咁但係有啲人話咁樣做實在太難喎。咁我哋嘗試用神嘅角度去睇，就係話呢度耶穌叫我哋愛佢超過一切。咁到底神又點樣樣咧？神對我哋又點樣樣咧？在下面的經文咧就講俾我聽，佢話咧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，即係話神愛我哋咧係愛得好緊要嘅，係愛我哋咧係超過一切嘅，佢愛我哋咧係將我哋放喺第一位嘅，咁我哋咧就係佢嘅兒女，係非常寶貴嘅，佢係非常睇重我哋，所以耶穌自己首先做得到，聖靈做得到，同埋耶穌本身咧亦都係咁愛我哋喎。天父亦都咁做啊，因為天父咧就將佢嘅最愛嘅獨生子賜俾我哋。因為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喺天上咧真係好開心嘅，充滿喜樂喺永恆裏面咧不斷享受神嘅恩典。所以當天父將耶穌賜俾我哋嘅時候咧，喺佢嚟講係痛苦嘅，因為耶穌要受人嘅侮辱啦、拒絕啦、被釘喺十字架上啦。咁咧
其實天父見到耶穌咁受苦嘅時候係痛苦噶。啊，我哋中間嘅以斯拉啦，同埋咧喺我哋喺短宣嘅時候，我見到嘅黃傳道啦，大家如果上網喺 YouTube 都會見到，佢哋都見到生命冊。咁喺生命冊咧，佢哋都見到一樣嘢特別喎，就係佢哋講到睇到翻佢哋以前嘅痛苦。咁黃傳道都話：我都唔記得嗰件事嘅，但係咧神記得喺嗰本生命冊咧係有動畫嘅，就睇翻佢嗰陣時。然後咧側邊咧就神咧就寫咗佢嘅感覺，即係話咧原來咧神咧係真係掛念我哋到咩程度咧？佢將我哋銘刻喺佢嘅掌上啊！聖經講到咧，佢係成日掛住我哋。事事諗住我哋，事事係祝福我哋嘅。並且聖經講到咧，辱罵我哋人嘅辱罵咧，都落在主嘅身上喎，落在耶穌嘅身上喎。即係嗰啲人鬧我哋咧，其實落在耶穌身上。所以咧，即係耶穌係愛我哋嘅程度，甚至咧會承擔我哋一切嘅痛苦、一切嘅憂傷嘅。嗱，但係好多人都話係啊，耶穌咁愛我哋，但係好似我背十字架都係好辛苦喎，即係覺得好困難喎。但其實如果有背十字架的人就會覺得其實很好的，因為點解咧？神的恩典啊，佢一方面就俾動力我哋去背十字架啦。真的很多人犧牲喎。以前我嗰陣時咧，唔係香港好少人去宣教嘅。嗰時我唔係好明白嘅，點解啲人會自己出錢去宣教咧？而家嚟講咧，我哋就好樂意去出去宣教，因為我哋睇到啲人嘅改變，同埋咧生命嘅更新，經歷到神嘅作為。是很歡喜 去宣教的。有很多人很不明白為什麼你這麼委身呢？我曾經有人都跟我聊天，即是以前認識我的，在我未成年充滿的時候，他說那些人這麼委身，整天呢委身又回教堂又去短宣，哇，那他就很多事情做不到了，就是他的關注點就覺得呢好像這些人有很多的損失一樣。但是呢我們發覺當我們在神的裏面真的委身的時候，神是真的祝福的，神給我們動力，並且神是祝福的，那種祝福是遠超過一切。當我今次去到蘇格蘭的時候，那個牧師他最後幾天聽到我的教導，他是非常之歡喜的，他說即是我這個榮耀歸給主，他說真的多謝主，你這個教導非常好。那他就將他就一得閒他就找我坐在他辦公室，又有哪個人來到呢？其實他來聽的人不是很多，即是有一部分來聽，他就但是他即刻來、即他就會叫那些人誰有空來就來了。那就臨到最後那天我吃飯的時候之前，那一陣他都聽我說，並且他就送我去機場，初頭不是他送的，第二個送的，就跟著他說我還有事想聽葉牧師說，那他就送我去機場。不過最後送我去機場他就不是說這些了，他說第二樣了。他說牧師啊，不如你去下非洲啊，那裡很需要你啊，那裡呢我以為你安排很多聚會，同埋我會同你第一次同你去。他說我有幾個國家全部同你可以安排，那呢就即是看得到呢，即是他就得福啦。並且呢有一個當時有一個後生女，即是我們最後吃飯的時候，他還在那裡說這個 last supper 這個最後晚餐，是晚餐來的，這個是講笑而已， last supper 最後晚餐。那個女生進來，她媽媽在那裡，她說牧師你跟她祈禱，她的生命改變了。那我說什麼改變了？她說你跟她祈禱好，她又經歷平安輕省，跟著她自己祈禱又經歷到，哇，她現在天天都很願意祈禱，她現在 很親近神。即是當我們看到人的生命這樣改變，即是好像跟從耶穌的路，將神放在第一位的時候，第一就自己得福。我都跟他說，我說啊，是真的很享受的，因為神的路是最好的，神是祝福的，神的恩典是很大的，凡是跟從他的人就會沾染他那些恩典。所以我就在那裡一直享受神。那我還說，因為我曾經以前就很多時候都會說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，那些人呢就這個呢就成為我的標誌，他看到我就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，那我就告訴他們，我說有些人呢叫我做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牧師，這是我的標誌。那他們呢又很開心，他說非洲會很歡迎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，很想
我話佢哋咁渴慕，其實經歷性好多。佢話係，不過佢哋有時未必得到咁多好嘅教導啊。佢就會好想去得到呢個教導。所以喺呢個過程，我自己得福，即係日日咧，我祈得到咧，根本係享受嘅，係真係好享受。即係咧，我隨時隨地一路行，啊，其實我又中意同你一齊，我見到你一齊，我中意，我中意同人一齊，我中意祝福人。但係當啲人走咗，我又好中意喎。跟住我就哈利路亞，哈哈。我就享受，即係喺神嘅裏面，我越委身咧，神就越喜悅，神就會加力量，神就會祝福。嗰啲祝福係遠超過，就算我出錢咧去玩啊，都冇咁好玩㗎。雖然其實我去玩咧，同我太太去玩係好玩嘅，真係好玩嘅。我哋咧係成日都會，我哋啲名詞咧，人哋話拍拖，我哋叫黐拖。我哋食飯咧，我哋又食黐飯嘅意思，唔係食嗰啲黐飯，係黐住一齊食飯咁解。我哋係好享受，我哋咧又去影相啦，又去睇啦，又係佢，即係我哋有 interaction 嘅，即係唔係淨係影嘅。佢影咗佢又俾我睇啦，我睇我影咗俾佢睇啦，係好享受。我同佢一齊其實係好享受，好中意同佢一齊。但我都話呢種享受都係不及神嘅享受，因為神裏面咧係最好嘅。咁呢個係聖經教導啊，愛神咧就係盡心盡性盡意盡力，愛太太咧就愛人如己，就唔係好似愛神咁高嘅程度嘅。就發覺原來咁愛神咧，嗰啲福氣咧係源源不絕嘅。即係我見親人就係成為朋友，見親人就祝福。其實今日我收到佢嘅信息，話俾我聽，佢睇到個信息，然後佢點樣改變，我真係覺得好開心。我今天在電郵又收到一個人又告訴我們，他看到這個我的教導，他說呢，哇，整個人光明曬，即是他傳那些電郵給我，他說他裡面整個人光明曬。我發覺即我人生是充滿喜樂，是很滿足。原來聖經講施比受更為有福是很真的，因為神真的呢，你施予的時候，神就會祝福你，讓你更加得福的。所以行神的路是最開心的。反而那些人咧，佢以為我淨係俾些少俾耶穌咧，佢反而係辛苦喎，因為佢得唔到力量啊，而佢又要遵從神嘅吩咐嘅時候咧，係好辛苦，而佢遵從唔到咧，裏面又有內疚喎，係好大嘅壓力嘅。其實我自己都曾經試過，我好想遵從神，但係遵從唔到嘅時候咧，係有即係時時有內疚嘅。但係當我行喺神嘅聖潔咧，嗰時我嘅一齊同工第一個牧師係一個西人牧師，佢講一句説話我成日都記得。佢話一個清潔嘅良心、輕鬆嘅良心咧，係一個好大嘅禮物嚟嘅，係唔好失去嘅。即係佢真係講到個人咧個良心咧係冇指控，係好輕鬆嘅。咁我都話俾大家知，我都曾經有好多時段係曾經有呢個咁嘅良心嘅指控，喺良心裏面覺得自己做得唔好，但係我而家係好唔同。我而家真係嗱，我唔係話我完全，而係話我一有罪我即刻處理。當我罪一出現，我即刻處理，唔係我去到完全，我仍然有罪嘅意念，人都有㗎，我哋在世上都有。但係當我罪嘅意念一嚟嘅時候咧，我即刻處理，處理咗之後咧，我嘅心就輕鬆啦。感謝神，神俾我能夠處理，並因為又學到喎，就算我嗰個意念留多一秒鐘，我心裏有內疚，但係神啊赦免我啦。咁咧，神有赦免，我心裏面輕鬆啦。即係話，原來跟從曬神嘅路係最好，即係神咧，凡越跟佢嘅人，佢就將嗰啲福氣、佢嘅榮光、佢嘅恩典、佢嘅慈愛就傾到我哋身上。所以當我哋話將我哋嘅一切交俾神，而愛神超過一切咧，聖經講到咧係會得百倍喎。喺另外經文講到咧，就係得到係咩咧？就係妻子、兒女、父母、兄弟姊妹，就係話咧。你所得到的父母關係，你的妻子的關係是更加美好的，即好像我現在跟我太太關係更加美好，我同人關係也都更加美好，我四圍都是朋友，去到哪裡就是朋友，大家都可以這樣的，你的生命可以這樣發揮的。所以當大家看這個經文，現在開始羨慕了，希望大家羨慕，即是神就將他的恩典傾到下來，而那些人行他的路，心就打開，心是清潔的，比耶穌清潔乾淨了，個人咧行神嘅路咧係滿足嘅，係喜樂嘅，係得力嘅，係喺個生命裏面咧係冇後悔嘅。保羅都講到，當跑嘅路我已經跑盡，呢個美好嘅仗已經打過。
咁嘅時候咧，當我有呢個咁嘅心態嘅時候咧，真係覺得我一生不枉過啊！咁嘅時候咧，係非常之美好嘅。但係好多人又點樣咧？嗱，對比咯，而家對比反面例子啦。當人淨係追求自己嘅時候，會點樣樣咧？到佢年紀大嘅時候，佢要見主面嘅時候，佢係覺得好羞愧。佢都諗翻佢一生咧，係有好多嘅困難，好多嘅煩惱，時時喺煩惱裏面。但係當我哋真係靠住耶穌釘死十字架嘅時候咧，所有嘅煩惱都會離開曬。嗱，當我首先用呢個咁嘅釋經嘅方法，就係話睇到神嘅恩典，每一樣嘢神都做咗，同埋做咁嘅人做點解人會咁做咧？就係因為神將呢個動力賜俾我哋，神將聖靈賜俾我哋，佢將呢個動力賜俾我哋，並且將呢個能力賜俾我哋。當我哋行喺佢嘅路上嘅時候咧，係必然永遠得福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係羨慕嘅。我曾經聽過接觸一啲傳道人咧，佢哋咧就即係有時都會講嘅，佢哋好唔係好敢講一啲好強烈要求嘅信息嘅，因為佢覺得咧好難做，同埋佢自己都覺得好難做。咁我聽過有啲傳道人點咧，佢話我咧幫啲青年人咧就成日就聽佢講嘢啦，成日咧就同佢一齊去玩啦，去一齊開心時刻啦。好關心佢啦，咁呢啲係好嘅，但係咧呢個係用一個人嘅方法，即係佢只係關心，就唔敢將啲青年人提升啊。我亦都聽過好多人做青少年工作咧，就話玩得開心啦，活潑啦，咁啲人就會中意。我亦都曾經聽過有一個牧師講，佢話咧，當我要求嗰啲青年人即係能夠行喺神嘅路啦，其實我嚟講咧，我就唔係中意用要求，而係話咧，只要睇到行神嘅路幾好嘅時候咧。當佢幫人嘅時候，發覺佢哋都帶住能力、帶住祝福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好樂意跟從神啦。咁嘅時候咧，更加有豐盛嘅生命。所以當我哋而家睇到呢個經文嘅時候，就係神自己都做曬，神都係咁愛我哋，我哋都學下神啊！我哋將我嘅生命俾你。咁嘅時候咧，冇曬重擔，冇曬煩惱，將生命俾耶穌，整個生命會提升。啊！呢陣我邀請大家。你黑埋眼，你同耶穌講：主耶穌，我太多嘢掛住呢個世界，我太多嘢咧仍舊喺呢個世界裏面，以致我嘅心裏面咧仲係孭住一啲重擔，以致咧我覺得係好困難。但係主耶穌，我知道你首先你叫我哋愛你超過一切，你係愛我哋超過一切。我哋都睇到聖靈咧，係愛我哋以至於嫉妒嘅。我嚟到神嘅面前，主耶穌幫助我哋，吸引我哋。耶穌吸引我哋。吸引我哋。行喺一條最美嘅天路，雖然在世上可能會受苦，喺有啲人嘅眼中好似得唔到好多世上嘅嘢。但我哋得到嘅，我哋隨時都享受。可能我哋就係食一啲簡單嘅食物，我哋已經好開心。我哋同人一齊嘅時候會好享受。我哋接觸嘅人都能夠祝福佢哋。耶穌幫助我哋行你嘅路，將生命獻上俾你。真美好，你是首先将自己牺牲的神，你将你的生命牺牲来到救我们，并且你不断去爱我们。天国里面就是充满爱的关系的，在天国里面就是完全是爱。我们可以享受耶稣，我们可以享受你，从你得力，从你更新。哦，耶稣，
當我們背著十字架跟從你的時候，就有無限的福氣一路跟著我們。當我們放下世上的一切的重擔煩惱，這一陣你放低，人家怎麼看我們不要緊的，哈利路亞，吹出那些重擔出來。神啊，有你真好啊，主啊，在這裡神要興起很多的人。我們今天來探我們那兩位弟兄，其實他們都在祝福其他人，他們都在帶領小組。神啊，就興起我們去祝福人。耶穌，我們願意走在你的路上，你的路是最光明的，最美好的，跟從你的人有福。都是有福的人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宣告，我们都是有福的人，我们跟从你是有福的，我们要追求神里面的福气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不是追求世上的福气，世上的福气都要过去，但是神有永恒的福气。多谢耶稣，感谢天父，我们前面有无限的福气。感謝天父，我們可以日日開開心心、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、輕輕鬆鬆。哈利路亞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我們真有福啊！我們一起講，我們真有福啊！雖然有時被人鬧都沒所謂的，容許那些鬧人的聲音在空氣中消失，我們有神就足夠了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哦，我們要享受侍奉你，我們享受放下世上的一切，我們享受被你使用。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耶穌，我們屬於你的，你跟耶穌說吧。只归你，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只归你，以爱跟踪我，我心将我紧拥抱，我只归你。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只归你。多谢耶稣，我哋属于你就够啦，我哋属于你就够啦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帮我放低一切嘅重担，一切嘅罪担。多谢耶稣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。阿門，哈利路亞，多謝主，感謝主。你同神有講，我哋一齊跑呢條天路，哈利路亞，我哋一齊跑呢條天路，我哋一齊愛，愛更多嘅人，將恩典帶俾更多人。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